天就要放假了，得在AI过来度假之前把这里好好收拾一下。
想要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宝石必须经历千万次的打磨。
艰苦的训练，繁复的任务，以及无数个默默努力的日夜，在今天辉映着一名成熟女武神的光芒。没错，成熟的女武神，不再盲目慌乱地模仿前辈的战斗方式，不再小心翼翼地追逐他人的光亮，像引领支持我踏上属于自己道路的前辈们一样，在重建工作日渐稳定的今天，我苏珊娜也要贡献自己的力量，鼓励大家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既然现在的我已经可以轻松解决掉崩坏兽，那么我一定可以成为独当一面的女武神，就像前辈们所做的那样，指引大家找到生活的新方向。那么浮华前辈、石之律者，你们在哪里呀？我该去哪里找他们？糟了，我已经认错好几次路了，这下怎么办？我根本分不清每条路的情况。对了，我早上特意记下了去仓库的路线，浮华前辈和石之律者会不会也凑巧在那条路上？世上哪里有那么凑巧的事情啊？说好带前辈四处逛逛，我却把他们弄丢了，而且再这样下去，我也要把自己弄丢了。成熟的女武神，看看这边。石之律者，浮华前辈，我还以为我把你们弄丢了。抱歉，苏珊娜，我刚才在处理定位器的问题。其实我和石之律者一直站在你身后。没关系，浮华前辈，我今晚就好好记住路线，再也不会像刚才那样慌张了。苏珊娜一定没问题的。谢谢浮华前辈的鼓励。不过，前辈刚才说的定位器，就是你手上的这个吗？没错，定位器似乎出了些问题，屏幕也没有办法亮了，但我们需要用它来找到小玄和房车。苍玄之书不见了吗？说来话长，赤渊开走了我的车，小玄当时正好在车内睡觉，不过他现在应该在车顶。虽然我不知道赤渊和黑渊要做什么，但我们必须尽快修好汽车定位器，不然他们又要跑远了。不可能，这破定位器我明明都修好了，现在就是有点接触不良。等等，石之律者，定位器可不能这么修。怎么不能？我之前随手一挥，这定位器就恢复正常了。难不成你要教我怎么做事？不，我虽然不擅长认路，但是很会修理装置，毕竟这都是一次次执勤任务攒下的经验嘛。那太好了，苏珊娜，可以请你帮忙看看这个定位器怎么修理吗？太客气了，浮华前辈，能帮上你们的忙我很荣幸，让我来看看。看起来这个定位器受到了比较严重的外力破坏。喂，你直接说怎么修就好了。好的，其实只需要更换零件就好，正好我在仓库里还有些自己的备用零件，我们可以去那里维修定位器。那麻烦你了，苏珊娜。不麻烦，仓库就在不远处，我们一起过去吧。
我们到了。哎，浮华前辈，你在想什么事情吗？我总觉得附近有说话的声音，但又不像是人类会发出的声响。不像人类？可这仓库里只有我们几个人呢，请不要吓我呀，浮华前辈。或许是我听错了，不过我似乎还听到了汽车启动的声音。不会吧，难道又是幽灵汽车？啊？什么声音？我怎么听到？嗨，这附近都是培训学校，就算有一两个驾校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吧。苏珊娜，你不是成熟的女武神吗？没想到你还害怕鬼故事啊。我只是谨慎一些，这世界上已经没有能让我感到害怕的事情了，我这就去找定位器的替换零件。奇怪，虽然负责零件运送任务的人还没有回复我发布的任务邮件，但是他竟然已经利索地把零件们运走了吗？还真是行动派啊，不愧是被丽塔大人夸奖过能者多劳的人。哎，不对，现在不是感叹这件事情的时候，最最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我自己的备用零件全都不见了？为什么这里突然出现了许多小机器人？发生什么事情了吗，苏珊娜？浮华前辈，我的备用零件全都不见了，而且仓库里面堆满了从来没见过的小机器人。对，他们怎么突然动起来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啊！这让人抓心挠肝的动静是怎么回事啊？啦啦！声音好像有点耳熟。啦啦啦啦啦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考虑耳熟不耳熟？老骨头，你快想想办法呀！抱歉，我并不懂如何操纵这些机器人。既然如此，只能用最直接的手段来把它们关掉了。啦啦啦啦啦啦啦！近在咫尺。啦啦。全力以赴！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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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辈，轻轻松松就解决了这么多机器人。不过，我还是觉得他们的声音有点耳熟。哎，你就别乱回忆折磨自己了。这么难听的声音，我再也不想听到第二次。苏珊娜，你刚才说零件不见了，又是怎么回事？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备用零件全都不见了。我明明记得将它们放在仓库里了。啊？这下好了，仓库里的多多怪事一桩接着一桩呢。奇怪的机器人，还有消失的零件，反常的事情全部凑在一起，未免过于巧合。苏珊娜，可以请你调查一下监控系统，看看有什么异常吗？抱歉，浮华前辈，我已经查看了监控录像，但这几天的视频不知道为什么被覆盖掉了。
啦啦啦。苏珊娜，或许这些小机器人与备用零件有关，我们也跟上去看看。哼，就凭你们这些小玩意儿，也想……哈哈哈哈！哎呀，这一下子再也不会有难听的怪声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准备好了吗？好！谢谢，谢谢大家的支持，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到来哦。绮罗星也注意到，这里有很多朋友一直出现在我的路演现场，每一次演出都没有缺席，真的超级感激你们的一路支持。为了答谢大家的鼓励和陪伴，绮罗星一定会打起百分百的精神去练习，因为只有这样才算不辜负你们的期待呀。就算付出再多的汗水，就算受到再多的非议，我也会好好鼓起勇气，一点一点地成为更闪耀的绮罗星，走向更璀璨的花路。绮罗星，绮罗星，一闪一闪亮晶晶。啊，不是都说石宇绮罗五音不全吗？怎么还有这么多粉丝啊？嘘，石之律者，绮罗前辈他真的是一名很优秀的偶像，即便存在一些不足，大家也会喜欢上他努力与热情的一面。毕竟绮罗前辈的笑容真的很有感染力啊。对对对，只要他别开枪，一切都好。哎，等等。你们瞧，舞台的角落里是不是有一个小机器人？嗯，而且它似乎和仓库中的小机器人是同一种型号。难道这些机器人与绮罗前辈有关，所以它才会播放绮罗前辈的歌声？可是绮罗前辈为什么会在天命的仓库中投放机器人呢？等绮罗演出结束，我们直接问问他吧。那么星际偶像绮罗星的特别演出即将开始，明天晚上就在这个地方，绮罗星的特别舞台等着你哦。大家不见不散啦。啊，搞了这么大阵仗就只是个演出预告？他该不会是担心自己一开口这些粉丝就都跑掉了吧？可是绮罗前辈刚才也唱歌了呀，粉丝们还很热情呢，这些人都是真心实意的喜欢绮罗前辈，还欣赏着他独一无二的歌声。我猜他是特意选了个不起眼的地方举办巡演，不熟悉他的粉丝当然不会知道他演出的地点。这些被他筛选过的粉丝早已理解甚至喜爱他的不足之处，所以我们的绮罗星也不会听到什么恶评。这不是在自己创造的舒适圈里当努力的偶像吗？这也算偶像精神？绮罗前辈当然不是只会待在舒适圈的偶像，这么多观众，还有陆陆续续加入进来的路人，总不能每一个都是被前辈筛选过的粉丝吧？哦，苏珊娜，那我们要不要赌一把，看有多少新观众愿意接下星际偶像的演出传单？我猜肯定没有。肯定会有。那如果你猜错的话，那我就承认你是成熟的女武神，怎么样？哎，反正赢的人一定是我。好，一言为定。如果能在舞台上和熟悉的目光交汇，那就是绮罗星最大的幸福了。所以，我真的真的很想在明天的演出中再一次见到大家哦。好。
是什么情况？看吧，我就说绮罗前辈是最闪亮的偶像。看来苏珊娜说的没错。什么？这不合理。不行不行，我一定要看看这些人脑子里在想什么。实质律者这样做不……哎呀，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夏伯利夏伯利。哔哔，记录，哔哔，存储，哔哔。嗯，这是果然不出我所料。喂，这就是你的粉丝们吗？新晋偶像什么动静？啊，实质律者苏珊娜还有浮华，你们怎么在这里？绮罗前辈，我刚到这座城市里值班，浮华前辈和实质律者需要修理定位器，找到丢失的苍玄之书，结果我们没找到替换零件，却遇到了会唱歌的小机器人。之后我们就跟着会唱歌的小机器人找到了你。对了，绮罗前辈，那个在舞台旁边的小机器人是你做的吗？哎，慢点说慢点说，什么会唱歌的小机器人？你的这些粉丝不都是机器人吗？喂，实质律者，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不许污蔑我的粉丝。我堂堂实质律者什么时候说过谎？是不是机器人你自己试试不就知道了？你看，即使我们这么大声讨论这种话题，你的粉丝有在意吗？怎么会？等一下，现在是星际偶像绮罗星的握手会时间，有没有人愿意和绮罗星一起互动呢？那么我们的握手会就从你开始吧。啊，这是什么情况？他们真的是机器人？Thank you.
我心中倒是有一个猜想，不过那狡猾的家伙有不少小跟班，想要将罪魁祸首一网打尽，我们得先按兵不动。哎，按兵不动？没错，也就是说明天的路演将如期举行。我和绮罗的想法一致，幕后之人已经损失了这么多棋子，还对演出表现出了反常的兴趣，此人在下一次路演中亲自到场的可能性很大。那浮华，我明天还要在舞台上唱歌吗？其实我也可以只跳舞来完成整场演出。如果绮罗能唱歌那最好不过，毕竟你在台上表演的时间越长，我们将幕后之人一网打尽的成功率就越高。绮罗，你放心，我们会在这附近选一个人少的地方搭设舞台，避免殃及无辜。喂，老古董，你这种无心之言反而更加伤人吧。哦，绮罗，我并非此意，我只是在想，如果幕后黑手被我们当场指认，恐怕对方也不会善罢甘休，一场纷争想必在所难免。没关系，浮华，我明白你的意思，只不过如果那罪魁祸首还敢反抗，我一定将他揍得满地找牙。大家现在就可以着手准备起来了，具体的计划稍后再一起商议。好耶，那布置舞台的工作就交给我吧。对了对了，绮罗前辈想要什么颜色做应援色？虽然我很喜欢青花色，但我还是觉得冰蓝色和你最相配了。苏珊娜，你还是老样子呢，连应援色这句话都一模一样。诶，一模一样？是啊，在我跟你说过的那个梦里，是苏珊娜帮大家布置了盛大的演出场地，让我们拥有了一场完美的演出。请放心吧，绮罗前辈，虽然时间有限，这一次我们依然会拥有完美的舞台。大家准备好了吗？今天的粉丝也只是机器人呢，根本没有新观众来看我的演唱会。不过当决定用最真实的一面登上舞台时，我早就预见了这种结果，不是吗？只要我依然有勇气站上舞台，这聚光灯下的光芒就不只属于我自己，还属于千千万万个被忽视被否定的人。我将打败的不仅是自己的心结。我知道这并不意味着任由自己站在舞台上唱着不成调的歌曲自我感动。来到这座城市学习声乐，我就是希望能够改变自己。毕竟就像梦里所看见的那样，我从来不是因为完美而成为偶像，而是因为想要变得完美才会去努力成为偶像。所以不要以为这点小伎俩就能让我露出临阵脱逃的丑态，或是沉溺于谎言中。等着瞧好了，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阴谋落空无奈叹息的你，那个在偷偷注视着我的你。嗨，私ずっとあなたを見ています。抓住你了，幕后黑手罗米修斯，怎么是你？难道你还想过其他可能的人选？我，普罗米修斯，难道是你在拍摄绮罗的演出？
是不是那个女人逼迫你？哎，行了行了，既然幕后黑手已经落网，还说那么多做什么？喂，罗米修斯，识相的话就赶紧把剩下的零件全都交出来，否则你可别怪我的拳头不客气啊。模式启动。